后被爆热潮不减，涛自用牛仔演绎潇洒调。后被爆持续大热，涛2019春夏推出本季全新款的 Boot 后背包将备受欢迎。双 T 标志运用在带身正面带子两侧，富有饰扣，可以展开扩大包包的置物空间。同时它搭配了可拆卸背带，可提可背，一包两用。WT 后背包在春夏季推出鸭绿纹牛皮及丹宁款式，其中的丹宁款式以深色牛仔拼接黑色皮革，格外潇洒年轻。所有材质售价皆为52500元。